候，我们是直接将新疆的水加入到这个试管当中。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加入固体药品钠了。好，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注意了啊，当我放下钠的那一刻，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n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想在你的耳畔深深的我记得我的手还比我干净